啊，见着了。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戏迷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北京长安大戏院，共同来见证和欣赏梅派第三代传人、北京京剧院南旦头牌胡文阁的专场演出。那么，就在昨晚，胡文阁和众多京剧表演艺术家们在这个舞台上，把一出梅派的经典大戏《穆桂英挂帅》成功的贡献给了观众，可以说是开启了他个人专场的一个成功的序幕。那么今晚依旧在这个舞台上，胡文阁将展现他自己的所学，把几出梅派的经典大戏折子戏展现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都知道，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创造的梅派艺术，雍容华贵、端庄典雅，可以说梅兰芳先生就是一切美的代名词。在那个时代，有这样一种说法：对于梅兰芳，男人皆欲娶，女人皆欲嫁。我们可以想象，梅兰芳先生在台上和台下，他的风采是多么的打动人心。那么说到美，今晚的几出剧目啊，都与美有关。从天上的仙女到地上的沉鱼，再到皇宫里的贵妃，每一出剧目都把美诠释得淋漓尽致。那么接下来，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梅兰芳先生在1917年创排的一出古装神话歌舞剧《天女散花》，一起来欣赏由胡文阁领衔主演的《天女散花》。Thank you.
常的美轮美奂，一出经典的剧目。这出剧目呢是梅兰芳先生在1917年创排的，他用了整整大半年的时间。我们从这出剧目演员的头饰、服装可以看出来，梅兰芳先生下了多少心思。而且这出剧目的作、舞、唱并重，可以说也开创了花山这个行当的先河。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的艺术家们，他们对京剧艺术的那种执着、认真、创新的步伐。所以胡文阁今天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第一要感谢戏迷观众朋友们对他的支持，同时还要感谢他的各位老师们。今天和昨天让我特别的感动，我问胡文阁，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他说连日来的排练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非常非常的紧张。我能听出他对梅派艺术的这份执着和虔诚的心情。我在后台看到梅老师和王老师都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文革在台上表演，他们也为他紧张着、不安着，为他亲自把场。我想此时此刻文革正在紧张的换装当中，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请允许我请上王老师跟我们大家讲几句话。
信